许墨，给我好好活下去。 有什么愿望吗？有啊，哥，你有吗？有啊。那你先说。我想跟一个作家写自己喜欢的故事。我呢？我的愿望是，不告诉你。耍赖。 我的愿望就在这个盒子里，我把它埋在这儿，等我病好了，和你一起打开它。好。不许偷看，走啦！你慢点，慢点跑一圈。 Thank you.
我的愿望是希望我哥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儿，不要为了我这么劳累。等我病好了，要和哥哥一起去爬更高的山，看更远的风景。喂，喂，小默默呀，我跟你说，这次林姐我可给你接了一大活儿，有个出版社很喜欢你的书，想找你再写个悲剧呢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次酬劳可不小呢。不了，我以后都不写悲剧了。